其中呢，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偏乡哦，就是在旗山哦，让各位更多更多偏远地区的爸爸妈妈，甚至是在纳马夏这么遥远的地方，都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哦，非常非常感谢哦。那到底这样子一个具体的内容有哪一些呢？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支影片呢，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同时我们要听听市长怎么说。说话哦。大家好，我是高雄长庚儿童心智科周文君医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介绍国民健康署提供给所有六岁以下的孩子，在遇到儿童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医疗什么样的角度来给予协助。那也顺便跟大家介绍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所提供的服务。那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它的服务对象是六岁以下的孩子，不管是透过家长、老师还是社福机构的人员或各级的医疗人员，只要你觉得孩子可能有儿童发展落后的问题，站在一级预防的概念下，先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所谓的初筛。那初筛现在国健署都有提供很好的初筛工具，例如儿童健康手册里面有简单的几个提问，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使用儿童发展筛检量表来初步判定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儿童发展落后的问题。当孩子有儿童发展问题的时候，家长进到医疗院所一定会觉得很惶恐，医院这么大，到底要看哪一科呢？国民健康署希望透过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提供一个单一的窗口，里面会有专门的各管师来引导家长如何在就医的部分去展现儿童联合评估中心的亲民、便民跟就近性。做完诊断跟相关的检查之后呢，我们可能也需要知道到底孩子现在在儿童发展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落后。那因为我们要知道儿童的发展包含的项目有动作、语言、认知、社会情绪，还有很多日常生活亲子的功能，所以他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完成所有这些相关的评估。那这个专业团队包含的是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心理师、社工师、听力检查师，当然还有特教老师。他们会在医疗跟教育做完整性的评估之后，提供很好的评估结果说明以及疗愈的建议。这个综合报告书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份资料，让家长知道进到医疗院所之后所进行的诊断、还有检查以及功能性评估的结果，做很清楚的说明跟建议。所以，让各位家长放心，国健署所提供的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从零到六岁会一直持续的提供孩子儿童发展的关注，让大家能够用你我的心点亮孩子的未来。他不是在一岁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开始会学走路，因为他学走路的过程中也是很慢。然后我们就经常发现说，哎，他怎么不讲话？他连爸爸妈妈他都不叫。但是因为一看他又聪明一下，他怎么不讲话？我们都很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跟他爸爸讲，不行，1岁6个月，1岁8个月，你再不去看医生来讲，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爸爸就上网找了很多资讯。那在上课的过程中来讲的话，渐渐会讲说，哎，这个小朋友好像发现说，老师在带他的过程中来讲的话，他能够融入每个老师的设计过程中的话，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比如说我们觉得啊，这个小鸟，这个蝴蝶，老师上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会说，哎，小鸟是在天上的，在地上。老师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小朋友到小二来思考，就渐渐的，我发现说，他本来不会跟他互动啊，他本来不会跟他牵手啊，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亲，因为老师每次点名，他是全部同学里面从来不举手的人，然后他居然会举手，我那一个礼拜好感动，好感动，而且所有的家长也都为他鼓励，他有的时候大家都给他拍手，给他鼓励，我真的好感动啊！隔一个礼拜，隔两个礼拜，哎，小朋友的话，整个情况都完全不一样。不只是我的小朋友在进步，我孙女在进步，其他的小朋友无形中大家都在进步。儿童发展过程中，可能因为儿童本身生理或者是心理疾病，或者是成长环境的影响，造成发展迟缓。如果能及时接受发展评估及早期疗愈，特别是在3岁之前，往往能有效地提升其脑神经与心智的发展。高雄市会提供疑似发展迟缓的儿童可进性服务据点，减少家长来回奔波，缩短等待评估的时间，把握早期疗愈的契机。我们争取中央经费，由原来10家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成长至10家，分别在左营、林阳、前溪、小港、古山、三明、冈山、鸟松、燕巢、旗山区。高雄市政府非常重视儿童健康发展，为了让疑似发展迟缓的儿童可以尽早接受整合性发展评估服务，缩短个案评估等候时间，满足偏乡地区服务需求，我们积极致力推动医疗机构提供可进、专业、具品质的儿童发展联合评估服务，是不会是所有育儿家庭最有力的后盾，和所有的家长一起守护儿童身心发展健康。是的，这支影片呢，要让孩子们呢有这个坚强的后盾呢。谢谢大家哦。那这支影片呢，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我们跨部会跨局数哈。之后呢，这支影片不仅会在我们的卫生局的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以及我们这个上社会局啊，或者是各个医院啊，还有教育局哈，都能够把这支影片呢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这个家庭哦。那今天呢，现场来了很多的与会贵宾呢，在这边呢，一位各位介绍所有的好朋友哦。首先呢，欢迎到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副秘书长王启川副秘书长，跟大家挥挥手，副秘书长好。辛苦了，辛苦了。接下来呢，是给我们这个经费大力支持的，就是我们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我们组长林怡静组长，感谢组长，谢谢。还有呢，来自于我们这个各个这一个我们市民的好朋友，包括是我们的白乔英议员，欢迎议员，感谢议员今天美丽亮丽出席哦。还有呢，是我们的汤永瑜议员本人也出席了，感谢大家，谢谢。还有呢，是我们的王义雄议员，感谢议员。还有呢，我们许多这个议员服务处的代表，包括是张博洋议员服务处的执行长黄执行长，感谢您，谢谢。还有呢，是我们的黄杰议员服务处的执行长，欢迎，感谢。以及呢，是我们这一个陈慧文议员服务处的这个代表，感谢，感谢。以及呢，是我们郑梦如议员服务处的这个助理，感谢。还有呢，是我们的陈明泽议员服务处的主任，欢迎王主任。刚起来好，坐着也都点立委哦。那同时呢，还有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的黄志忠局长，欢迎局长，感谢局长。还有呢，是大家的好朋友，来自于高雄市政府社会局，也是我的好朋友，儿童福利中心主任陈秀文主任，欢迎主任。以及呢，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的副局长黄蒙慧副局长，感谢副局长。以及呢，来自于我们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的这一个小儿神经科主任林隆昌医师，欢迎林医师，感谢林医师。
欢迎来自我们高雄荣民总医院的副院长许书雄副院长，感谢副院长。欢迎来自我们高雄长庚纪念医院的副院长龚嘉德副院长，欢迎。还有来自我们义大医院的副院长林俊农副院长，感谢。以及呢是我们高雄市立大同医院的苏文慧秘书，感谢苏秘书。还有呢是我们高雄市立小港医院的副院长黄鸿儒，欢迎副院长。还有呢来自我们高雄市立联合医院我们的副院长赖俊煌，欢迎副院长，感谢。还有呢来自我们国军高雄总医院冈山分院的院长王强平院长，感谢院长。以及呢来自我们圣公医院的儿科部主任洪玉琪主任，欢迎洪主任。来自我们的卫生福利部旗山医院的副院长张俊伟副院长，欢迎。同时呢我们这一个我们的卫生局的副局长也莅临现场，欢迎王小新副局长，感谢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感谢各界对于我们孩子们的这个支持以及关心哦。那首先呢，一开始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我们王启川副秘书长为各位说几句话，掌声来欢迎。感谢您的祝福。现在请接下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的伙伴，还有在座的议员跟办公室代表，还有联评中心的代表，还有各位贵宾跟各位媒体的女士先生们啊，大家早安。上午好，现在家长上午好了，大家好。那很荣幸代表国民健康署来参加高雄市的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的启动仪式哈。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就是高雄市对于儿童健康的重视跟积极的创办，结合各地各县市内的资源，市内的资源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儿童的评估的服务哈。那我在这边也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知道这几年我们出生的人数其实一直在少，可是呢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是儿童发展的问题的人数呢，需求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哈，那我们卫生福利依照卫生福利部的已是儿童发展迟缓的一个通报哈，那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们通报人数是15848人，到111年的话，增加为30907人，几乎是倍增的哈。那这代表什么呢？其实一分方面可能是我们发觉，就是各医药体系应该特别有感哈，可能是我们现在小孩子的问题哦，发展的问题是。好像越来越多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很好的一个现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家长对于儿童发展的这个样的一个健康势能越来越高，所以大家对于儿童发展的一个迟缓的问题的警觉心越来越高。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在小孩子3岁之前就发现他有发展的问题，然后赶快进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去做评估，发现问题所在，尽早的进入的治疗跟矫正的话，那其实在学龄前大概有50%以上的小孩子是可以赶上，跟一般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哈。所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整个卫生署其实是在民国86年就成立了这个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那是希望怎样呢？结合医院里面的3个主要的一个科别哈，是小儿神经科、心智科、儿童心智科以及复健科。那再结合院内的6个职系哈，包括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还包括语言、听力及社工师。那希望结合这样的一个资源呢，能够让发展迟缓的一个小孩能够接受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那避免就是说，有哪些，如果你自己一颗一颗跑，那一方面是家长很辛苦，要不断的跑，在医院之中跑来跑去的；另外一部分的话，大家最担心的是遗漏了哪些迟缓问题没有被发现哈。那我们国民健康署是在1999年承办这样的一个业务，一开始全国只有35家的联合评估中心，那到去年我们有52家。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联合评估资源大家的需求的迫切性哈，所以非常感谢各县市卫生局的一个协助，结合辖内的资源，所以我们今年有75家，全国有75家的联合评估中心加入行列。那换言之，我们增加了23家，那大家可以算一下，
高雄就从四家增到十家，所以增加了六家，换言之占了四分之一强。那这代表什么？就是我今天特别来感谢哈，我们代表卫生福利部特别来感谢高雄市卫生高雄市政府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视，我们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也希望就是未来其实我们算了一下，高雄可以提供的服务量呢是3230个人次，当然会更多啦。我相信在座的那个很多的联评中心的院长们、副院长们都过来了哈。我相信大家越重视这个问题呢，愿意提供。其实这个服务，我刚刚有跟几个院长、副院长来聊，其实这个服务院对医院而言是亏钱的，所以医院真的是做公益、做功德的心情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哈。那我相信大家为了儿童的健康，也都愿意这样的一个付出哈。非常谢谢大家。好，那我今天就是谢谢大家，那祝大家精神愉快，那也希望今天的记者会圆满顺利，谢谢。要让我们以及我们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小儿神经科主任林隆昌医师，有请两位首先帮我们贴上这个齿轮哦。来，我们看前面哈，让我们拍一张照。好，是的，来，我们这个后面来稍后一下，接下来呢，邀请到是我们的高雄荣民总医院的许淑荣副院长，还有好。感谢，掌声来一下。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卫生福利部旗山医院的张俊伟副院长，以及圣公医院的洪玉琪儿科主任，有请两位来帮我们贴上这个齿轮呢。我想呢，还有呢是我们的林组长，以及呢我们的教育局、社会局，我们的这个主任，还有我们卫生局的黄局长，都可以拿下来哈，来。好，切合华丽哦。待会呢，我们这一个副秘书长还有我们的林组长就一起来转动这个齿轮。那各位朋友就给我们个赞好不好？倒数五秒钟哦，来，五、四、三、二、一，请转动。高雄市112年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启动，正式启动。是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正式来宣告高雄市的这个联评中心呢，从四家升格到十家哈，来帮助到更多的好朋友。好，我们再一次，我们再一次哦，来，三二一，儿童发展，来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谢谢我们以上十家所有的医疗体系，谢谢你们，同时也谢谢各局处的这个跨部会，除了在量的增加以外，能在区域的增加，分布呢更为均匀啊，来照顾这个沿线区的地区的家长，让他们能够就近来服务，那缩短他们的等待时间，提早进行评估跟诊断跟诊疗。局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那个高雄市儿童发展迟缓的概况怎么样，好不好？好的，目前当然我们对于整个目前我们都有例行性的做，包括在幼儿园更是更早。我们都有一个有系统性的去对儿童发展迟缓做相关的筛检，啊，当然包括说我们儿童健康手册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些筛检的量表都有哈。那透过这样方式呢，过去是在我们四个我们的联评中心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初筛疑似有儿童发展迟缓的状况下，那进一步到联评中心去做确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诊断跟安排后续的治疗。啊，当然这部分因为四家我们的医学中心大家都以社区我们是市区为主了哈，那数目也不够多，所以有时候也不免就会让我们的心急如焚的家长会在那边等待嘛，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扩展到十家，啊，除了说让更多的医院参与这样子这个社会责任的承担之外，那也让我们的家长可以就近而且更快速的。那有效率的进行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评估啊，很多孩子的发展事实上可能家长都会有一些担心，好，那透过一些筛检，那初筛部分我们再发现有一些疑似的个案的话，透过我们联评中心才能做确认，那这个确定的之前其实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一些孩子其实基本上是比如说像低度的社会刺激或文化刺激好等等这些都有，好，所以这些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让家长学习到，如果的让他受到
适当的刺激，然后更多的一些成长的一个协助。那当然有些是属于生理上的问题，或是这精神心理上面发展的这个状况，那这个当然按照我们的联名中心的一些整合性的评估之后，我们就会安排后续的一些照顾服务。局长可以再请教一下，高雄市目前大概有多少儿童发展迟缓这样的一个人数，然后他每一年大概增加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这个有统计哦，这个抱歉，我现在说的是我知道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量，大概一年可以在全部在评估大概是3500左右哈。那这个已经对于目前的一些发展迟缓的量来讲，它已经超过那个量，所以是足够的哈。那确实是因为它包括说它有一些是属于筛检阳性的部分，那这部分大概就会多过这个量哦。那这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后续做一些处理。好，谢谢各位。我们症状或者发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再被过去可能这些老一辈的观念给束缚住。其实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家长，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好运用的一个工具，就是您其实常常带小朋友去打预防针的时候，其实宝宝手册里面就会有儿童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您可以依照您孩子的一个年龄去比照看看我们宝宝手册上面的儿童手册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阶段，看这个时间点他是不是这个精细动作是不是已经做到了，那甚至于说有的时候他应该要可以发出单音或者是连音的时候，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甚至于这个时候应该要可以走了，可是他有没有办法站得很好或走得很好，那如果您发现说其实孩子在这方面其实是好像跟我们书上写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其实您就应该要有警觉，其实是去找这样子的一个婴儿评估中心，或者是其实在您在打预防针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儿科医师其实做一些讨论，那如果医生跟您建议其实孩子的状况其实是还 OK 的话，请您可以再做观察，千万不要再被传统的类似像说打加给板腿啊，或者是说只要长大其实就可以好了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给误导了，所以孩子的发展其实是不能等待，还是要去把握我们的黄金治疗期，越早治疗其实效果越好。